各位网友，各位同胞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兵蓝，欢迎来到民族阵线。那么，我们国内啊，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毒，这些毒啊，他们脑子里面装的都是对抗的污血，把一切事物都倒过来看，像蝙蝠一样。那么。 他们这种行为就会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体现出来。那么，真当板子打到他们身上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慌了，就开始怂了，就开始吓得尿裤裆了。刚才老兵也给大家介绍了，说这些台独分子什么啊，在 对，为官的啊，台安全部门的啊，特务头子，对吧？叫做这个啊，这个吴钊燮，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怂和语无伦次，赖清德的肿眼泡，闭着眼睛开会，啊，疲惫不堪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一个沈波阳，顽固台独分子，整天在这个黑熊学院。 或啊、呃，宣扬这些敌视大陆人的这种啊言论和实际的这些行动，两个眼睛长得充满了仇恨。我不知道大陆人是操了他妈，还是操了他爸，还是说操了他老婆，操了他女儿，还是操他儿子啊？反正还是操了他。反正他对我们啊，我也不知道这种恨是哪里来的。就我有的时候很弄不明白，就台人对大陆人非常恨。 在全世界各地的各个社区里面，他们总是要寄居在中国大陆人的社群当中，他们也总是要在我们的背后，在很多的华人社区里面下刀子使绊子啊，心眼非常坏。你看，之前在澳大利亚那个台妹，下巴长得短的啊。 他妈个逼，放个一块钱硬硬币啊，可能都比它还要长一点，对吧？啊，那么短，在那里那个眼镜妹长得一脸恶相，在那里啊纵火啊，对吧？这个吃白食，在非洲也是真经常性的。大家知道，在非洲有的时候很多中国大陆人被杀掉，很多其实都是这些台霸啊在惹了祸，在那里故意的煽动啊。 这个当地人和中国人的这个仇恨，然后以至于呢，啊，发生误解，对方呢就是拿一些中国人给干掉。所以说，这一些个毒瘤，我就弄不明白，他天生憎憎恨我们啥？我们讲，你这个政治这个东西是很虚无缥缈的，就对于普通人来讲是很虚无缥缈的。我不是实际的控控制者，那关我屁事呢？大家说是不是？但台人不是，任何一个台人。 他也许表面上跟你很客气，但他心里面是很憎恨你的，啊，我也不知道这有什么好憎恨的。那政治归政治，这就是我说过泛政治化的一个后果，仇恨教育的一个后果，对不对？啊，当然你来仇恨，真正要搞他们了，他们就怕了。包括港独分子战斗力是很低的，台独分子的战斗力也是很低的，啊，对不对？我老我就说过什么沈博阳，什么他妈曹星辰。 两个一起上，给他们，他们两个一人一根他妈棒球棍啊！老兵就徒手跟跟他们跟他们干啊！你你看我会不会把把他们啊头子里给他们打扁掉啊？那么港独分子的战斗力呢也体现出来。这两天有个事情闹得沸沸扬扬。近日啊，在湖南长沙海底捞，某戴眼镜男子用某毒言论。 对邻桌顾客进行地域侮辱，并自称香港的大律师，态度极为嚣张，结果就是被邻桌的女性当地网红用武松打虎的姿势给修理了。不得不说，眼镜港男站起来还没有女网红的肩膀高，喝了几瓶啤酒就敢酒壮怂人胆，发布港独言论。香港大律师这个名号在香港这么威风吗？啊？ 网友也配了一张武松打虎的一张图，啊，那么事情呢是这样子的，那天湖南的跨性别网红博主和几位朋友正在海底捞愉快地涮着火锅，欢声笑语。突然隔壁桌一个带劲的男子站了起来，没头没脑地冲着他们大喊大叫，脸上的表情好像欠了他几百万。你猜他喊什么？你们这群长沙人用球。 又穷又丑又 low，天哪，这绿黑黑的太直白了吧？啊，那么也就是说呢，这群网红呢，就是其实是一很有几个是跨性别者，就是我们称之为的男大姐啊，那么女的嘛叫女大哥。我见过一个最牛逼的女大哥，她呢在上海这边也是开呃好几家知名的酒吧的啊。 他就是妈的逼留了一个平头，他留了一个平头，然后把两个两个乳房拿刀割掉，下面弄一根象牙啊！以前老粉都听我说过，弄一根象牙就是装的那个尿尿道口，然后也是进男厕所站着撒尿，然后他故意喝一种什么药，就像他妈的香港有个艺人叫王杰，好像不是被人家给暗算了吗？ 暗算了王杰不就是，啊，这个嗓子就不好了，不好像是人家讲妈用耳屎还是用用什么东西？我说用耳屎那也太夸张了吧，反正不知道用什么，被人家给给要了。王杰不是后来就是唱歌就唱不出来哑，嗓子就哑了嘛，对吧？啊，那这个女的呢，她是为了就是说展现他是一个男人，她也故意去喝类似于这种药，把嗓子给给搞坏掉了。 然后，然后又就狂抽烟，留个平头，狂抽烟啊，然后就外貌上面就完完全全像一个男的一样，你你你不仔细看，你都看不出来啊，他就像个男的一样啊，只有看他的骨骼什么的能看出来，他是个女人，就就这样的啊。当然，我对这样的人我表示尊重，那是他的爱好，我表示尊重，对吧？老兵一直以来都说过，我对跨性别者、同性恋者。 啊，是都是会比较尊重，那是那是因为你自己的行为，你们你们怎么样就可以了，对吧？但是我反感的是他妈搞骄傲游行和他妈那个逼的啊，去灌输这种思想和他妈搞新婚这种他妈的啊祸害人的这种事情，以及政治正确啊这种东西是令人他妈比较反感的。所以说，像湖南这个女、呃、这个南大。 姐，他听到旁边这个，因为他们在那边可能欢声笑语在吃饭，因为湖南那边的吃饭氛围啊，我是了解的，我对湖南比较熟悉啊。长沙呢，我也经常去。呃，湖南那边就很热闹，整个城市非常网红，就是说它其实比成都和重庆啊更加的就是网红的早，所以它基本上有的时候很夸张啊，没去过的网友可以去感受一下，它这个城市他妈的稍微到了节假日或者平时。 凌晨他妈两三点，他妈马路他妈全是人，尤其是在他那个主干道叫黄兴路那边，我操就全是人。然后他那边吃饭，尤其吃香菜，尤其吃辣的，很多时候呢就是吃的，尤其是吃火锅，都是很很热闹。我并不认为这是嘈杂，啊，我们一直以来都在被别人教做人，就要让我们学习日本人，说公众场合都很安静，啊，然后说中国人吃东西呢，他妈个逼又是。 噪音比较响啊，很没有礼貌喝汤，对吧？那日本人吃那个拉面，啊、呃呃呃，对吧？发出这种恶心的、令人作呕的声音，他们就说这是正确的，这是别人的文化要尊重，因为吃的大声代表对这碗面的拉面的认可，对厨师的认可。那中国人大声吃东西那是不行的，中国人吃饭聊天那都是没没教养啊，那都是没教养，大家懂吧？ 但是我说过，我们不要去在意别人的目光，我们就保持我们自己，我们他妈该聊天聊天，该怎么样怎么样，去你马个逼的，谁告诉你这是一种标准、啊、大家说是不是？但在公众场合，有些坐高铁、在地铁里面，那个手机是不能外放的，这个还是要有待于加强。那么 OK，在那里吃饭，那有的人可能聊天热火朝天的，本身长沙就是一座热火朝天的城市。那现在呢，老兵就说过，这个香港人呢，很多人都喜欢来内地旅游。 因为在香港，他们消费不起。像老兵经常去的那些 ICC、IFC 那些那些场场所，或者在那个 K11 附近，我住的凯 K11 凯悦附近那一片儿，它很多餐厅很真正的很不错，但是它价格也很贵。所以说，很多香港其实大部分香港主要的人口集中在这个这个啊、呃、尖沙咀啊中环以北的那些地方。 就是皇室打的很厉害的那些地方，所以呢，很多人他都住公屋，啊，也没就是家里也很臭，家里也很乱，也不知道收拾收拾啊，所以呢，很多呢，他们都喜欢来内地了。就以前是看不上咱们，啊，嫌我们这个地方脏，啊，嫌我们这里他妈地段。现在是，啊，不停的啊，进入到广东啊，远一点就跑到湖南啊，或湖北武汉，就这一片。 就湖广地区这一片，在这里玩啊，还有的呢，假期长一点的就直接到成都去了啊，到重庆去了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去成都的这些港人啊、台人都很多，长沙也是。那在旁边就是跟人家就，那人家在吃火锅，他就看不惯别人，还可能也觉得什么男大哥女、女呃，对，男大姐、女大哥这样的，他们不太舒服，然后就唧唧歪歪的，然后呢，出言不逊，然后讲人家又穷。 用又穷又丑啊，上来就是讲这些非常 low 逼的话。大家要知道，一个人如果他贬低别人，上来第一句就骂别人穷逼、丑逼，这种人是极其没素质的，很没有档次。所以大家不要学网上有有些人跟人家发生点冲突，开了个好开了个车，感觉别人不如他，骂别人穷逼、穷鬼，这个是很傻逼的一种行为，这是内心极度匮乏的，大家明白吧？ 啊，所以说我们要做一个精神上的丰富者。所以说呢，这个逼他在那里骂，又称香港大律师。香港人呢，很很喜欢讲自己是什么搞金融的，要么搞律师啊，好像搞得好像这些职业好像很牛逼一样的啊。香港大律师啊，香港有什么屌鸡巴大律师？说句难听点，我跟各位讲，律师这个行业的本质是什么？就他妈拼关系，在全世界都一样的。 你知道美国那那那些律师啊，美国那些律师啊，他主要就是白白左的干的嘛，人家他妈的跟法官这些全都是沆瀣一气的啊，你懂我这个意思吧？那没有什么工，就就是说就是说这那的，就是律师就是拼关系，就这么简单。香港也也一样，哪里都一样啊，除了你这个。 呃，有一个辩护逻辑以外，有个很牛逼辩护逻辑以外，其实大部分拼的就是关系，所以动不动讲自己是什么香港大律师，你看他出讲讲的这个话，骂人都毫无逻辑。很多律师啊，他们骂人啊，他妈挺有逻辑的啊，那个嘴巴很厉害，还、啊、而且还就是有一种控场的那种能力，就辨认控场的那种能力，他会捕捉你逻辑上的漏洞，所以你说他出口就是这种逼话。 啊，他那是哪门子律师啊，对吧？啊，一个律师上来就就开始对别人进行语言攻击，你不是让别人抓你法律违法的班头吗？民事诉讼的班头吗？啊，被人家抓抓把柄吗？啊，上来律师上来开口会出来讲讲这种话的？你用又又丑又又穷又丑，我相信但凡是有个训练素训练有素的律师，开口不会讲这种话吧？ 但凡我认识的律师不会这样子，他妈的很多讲话都是他妈的滴水不漏的，啊，那么这个是律师的素养啊，不然的话我找你打什么官司，对吧？你这个人很容易有情绪，你一个律师很容易有情绪，你叫什么律师？大家说是不是？所以说他这样搞唧唧歪歪的，然后还主动攻击别人，那人家是跨性别者，虽然说他拿针打出来两个奶子，他吃雌激素。 他可能把卵都剁掉了，把鸡巴都蹬蹬掉了，但是他这个染色体他还是个男人，所以他还还是有力量，然后他也还是有 power，他可以干他，然后把那个把那家伙叫我看那几个拳头砸的那个脸上砰了砰响，那几拳砸的是真的下狠手了啊，这拳砸在脸上真的是挺猛的啊，挺猛的啊，就直接就干起来了这个事儿。 所以你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港独、港独、台独，天天骂大陆这不好那不好。香港的是骂内地这不好那不好，但是他们还喜欢来内地，喜欢来来内地，啊，来玩，因为内地确实现在很丰富。我跟各位讲，老外啊，在海外的网友都知道，如果你有老外的朋友，他们来到中国，很多都不想走了，因为这里简直太棒了。 这里的丰生活丰富多彩，食物种类五花八门，对吧？大部分人还是蛮友好的。你看那个之前有个印度的一个一个臭逼来大陆啊、呃，来中国来黑咱们，到浙江台州。你看整个浙江台州整个一个过程，人都很友好，很友善，对吧？但是我们这种友善不是被这些烂逼啊这些屎疙瘩来践踏的，所以说。 对待这些港独、台独，在大陆，啊，就要给他们颜色，啊，给他们颜色，他妈逼在这里撒野，抽死你们！所以说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就是缺乏阳性能量的后果。港独、台独都是什么？要认美国或认大英帝国是爸爸，要叫认他们是爸爸，认他们爸爸。 他本身就是什么？我说过，跪在地上，手撑起来，跪在地上，屁股撅起来，三角裤退到膝盖，让他们使劲的捅干，对吧？捅干完以后呢，嗯，捅干完以后呢，他们就就就阴柔，很阴柔。所以说，你看，一个大陆的磁化的内地的一个磁化的一个男人，都可以随意的啊击倒。 KO 掉啊！击倒 KO 掉这些港独，啊，台独还没还没被揍，啊，已经已经弄个军演，已经吓到他们语无伦次了啊！沈波阳，哎呦，我我,我现在是荣誉院长，我已经不是这个、学校跟我没关系，我只是荣誉院长，我已经不管这里的事情了。你们解放军站在那上面给我留个活口，你看，这就是这帮逼啊！所以要干什么，我们就什么，我们要操翻他们！妈个逼。 谢谢各位支持，谢谢。